787万的粉丝团成员，还差一点我就要破800万粉丝团成员了。来，没有加我们老板粉丝团的，我们点击右是左上角的小黄星，一起加一个粉丝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人加入我的粉丝团，谢谢你们愿意花一毛钱来一起丢出人气票。听我的口令来，3、2、1，跳起来！来，人气票一起刷出来！现在几点钟了？我们还能唱首歌吗？还有最后的3分钟，还能唱歌吗？我们还能唱歌吗？3.6万，祝你了！马上到40000人，给我一口水喝吗？快点，渴死我了！我渴的，我唱了一个小时了。准备好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。来，直播间此时此刻16万人，所有在线的各位姐妹们，来，在这个时候付费的能够打一张，咱们一起把付费的一张、两张全部扔出来。准备好，来，我们思琪、大佩佩，我们三个来一首《干》就得了。来，干就得了，一起，最后一点时间，2分钟时间，一起把人气票甩出来，来，甩甩甩甩甩，一起冲40000人助力！成传说，没有行动哪有成功，哪有成功，大不了再重新来过。别说你很痛，别说你很烦 No， 我的朋友，人气票刷刷，别再啰嗦，干就得，干就得，老天不负有心的人。这是谁？你赶紧撸起你的袖子，没人陪你混，这世界需要勇大家，谢谢我每位彩虹的家人们，感谢你们。今天好开心，因为今天就是人气也挺稳的，谢谢小王哥啊。然后我们还今天突破了，平时只有30000人，今天还又突破了40000人助力，爱我的彩虹团，谢谢你们。1137，谢谢。牛掰！啦啦啦啦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来，我们一起点点思琪还有大佩佩的关注来。
右上角十万家人去打开，找到我们大佩佩还有思琪，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我叫大佩佩，我在榜九的位置，喜欢我的朋友榜九点点关注，我是一名户外唱跳主播。你还行不行？等一下你把他架下来，你就爬上去，他反正那么矮个。我一米啊，来准备好。哎呀，这女王来，准备好，一首姐就是女王，我休息了，拜拜。无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忧伤，睡一觉醒来依然有明媚阳光，穿最喜欢的衣服，化最精致的妆，女人要气质优雅，活得漂亮，人生无需凭借谁的光，不做谁的公主，做霸气的女王，一辈子不常活出想要的模样，就算无人欣赏也为自己鼓掌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你若爱就来，不爱莫张狂，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，甜言和蜜语去哄小姑娘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有钱了不起呀，姐也很自强，不惧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，活成一束光，世界都醒来依然明媚阳光，穿最喜欢的衣服，化最精致的妆，女人要气质优雅，活得漂亮，自己的人生无需凭借谁的光，不做谁的公主，做霸气的女王，一辈子不常活出想要的模样，就算无人欣赏也为自己鼓掌，恰恰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你若爱就来，爱不爱莫张狂，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，甜言和蜜语去哄小姑娘，哎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旁边的怎么这么矮呀，有钱了不起呀，矮了姐也很自强，别碰我，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，活成一束光，世界都照亮，姐就是女王，哎呀，自信放光芒，你若爱就来，爱不爱莫张狂，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，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，爱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有钱了不起呀，姐也很自强，不惧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，活成一束光，世界说了算，我点赞听了没？哎呀，思琪啊，你还是不要跟大佩佩站在一起了，思琪。为啥？暴露你的身高了，真的。他一米六八，我一米八六。他啥呀？来，大家觉得谁更有女王范？啊，谁有？一起点点两位的关注，来，大佩佩还有我们思琪，黄琪，谢谢大家，我叫大佩佩，我在榜八的位置，喜欢我的朋友榜八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呜呼，大家好，我叫思琪，不是改榜十三就是改榜十四的，你们找着我啊，榜十三，榜十三，喜欢思琪的家人们给思琪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来，你两位，你两位这样，大佩佩和思琪这样，你们俩这样，一人选个男搭档来唱首歌，好，再比拼一下，你选谁？你们俩，啊，上扬，不准选小刚，等一下我要选小刚。哇，你咋这么笨呢？唱啥与你无关？我问你唱啥？我就说与你无关吗？唱与你无关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与你无关》。哎呀，妈呀，知道了，与你无关。
啊，那我知道喊什么玩意儿，你小点声喊什么玩意儿呢？来，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，来来来来，与你无关，来。哎呀，你说小东北能跟你唱与你无关吗？对，小东北的，俺俩啥关系都没有，就俺俩晚上一站，所有的家人们都看出来，就俺俩要是两口子的话，生了那孩子，我跟你说，那都没法走。还是我跟你说，虎啊！来，准备好，一首与你无关。我不孕不育。慢慢就戒掉了你，真的吗？慢慢就习惯孤单，我也孤单。慢慢就变得冷漠，你真冷漠。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忘记过去，慢慢就不再想念，慢慢就接受分离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慢慢就原谅自己，慢慢就一刀两断，慢慢就放过自己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慢就习惯孤单，哥哥，慢慢就变得冷漠，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忘记过去，慢慢就不再想念。老爸，我不想跟他唱了，满嘴喷吐沫星的。慢慢就与你无关，慢慢就原谅东北，慢慢就一刀两断，慢慢就放过自己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来，慢慢就戒掉了你，我去，慢慢就习惯孤单，慢慢就接着分离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嘿，没了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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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两个男的是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你再不跟他我们两个想要的镜头感，我们两个心有灵犀，情不自禁，你们俩也只能靠这样子就存在感了，真的是。来来，加二班，加二班，哎，挺帅呀，小伙。等一下，别人又说是你挺帅。我已经来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你没看到我们老板啊？不好意思，才看到你，看快点呐！开设了一个彩虹新选超市的账号啊！彩虹新选超市呢，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不好？这个号可能会12个小时都会给大家直播，就在这个下面来，咱们给彩虹新选点点关注，超市号点点关注。这个超市都有卖什么的嘞？白天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什么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又穿的，啥都有啊。然后这个呢，白天都开业啊，这个超市白天都开业，来一起给这个账号点点关注。点点关注。来，我们现在多少粉丝了？看看。啊，多少粉丝了？这个账号或这个超市会给大家。这带来很多的这种推荐好的产品、啊，4.3万粉了，4.3万粉能不能点到5万粉丝？加油，加油，家人们，点到5万粉丝，一起冲5万粉丝来！呜呼！这波广告来得很及时啊！老板啊，我是长沙，我是彩虹分红，给我分点红，分点红啊！你去带货吧，你去那账号上带货吧。啊
真的啊，我也去，确定吗，老板？你们肯定都是带货啊，去带货，我也去。到时候他们有空也去这个超市去给大家推荐产品，好不好啊？来，好，咱们一起到五万了没有？啊，点关注加入吧，到没到五万？4.7万，还差3000，最后3000耶，快点的，3000人来，我们马上再继续唱歌啊，好不好？还差最后3000，点到5万来，呜，到了吗？到了吗？点开这个头像，关注走一波。好了，来，接下来的时间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老板下面检查。下面我要请一位帅哥啊。我就是，你下去吧，没你啥事。没有，行。接来接我是个年轻的帅哥，妈呀，不是啊，我还是宝宝呢。他穿了白色的衬衣，非常的白色衬衣，衬衣不是这个，这干啥的？白色的，是白色的，白色衬衣，白色 T 恤，他看上去就是比较的那种清秀一点，不是你这种，我不够清秀吗？不是你这种类型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有请，有请，老板，你嫌弃我？有请，是不是站你这个辣眼睛了？你怎么哭了呢？有请，眼睛有点不舒服，我走了，眼睛有点不舒服，看你看久了，眼睛有点流眼泪，辣椒面气眼睛了。来，我们的彩虹星星正好点到5万，我们把它下了啊，把它下了，来，5万了没有？5万了吗？还差1000，最后1000来，来，接下来我要有请一位，嘿嘿，是谁呢？小哥，来，小哥，还差几百人一起唱唱，啊，这5万，哇，好帅呀！啊，这5万，哇，好帅呀！小刚，来，小刚，师傅，啊，他们说苏子明，嗯，不是，他清秀吗？小刚清秀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，老爷们呢？老爷们，对，就是，跟他们没法比。那小鲜肉，要不然我还是让苏子明来吧。别，师傅救我吧，救我吧。来吧，准备好，到了5万，我们就把他下了啊！我们要唱歌了，给他下了，到了吗？还没到5万，5万了。OK， 谢谢大家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欢迎光临，给他下了。来到我了，谢谢师傅。其实今天我给你带来个惊喜，你知道吗？惊喜，特别好的惊喜。音乐声音停下，音乐惊什么惊喜？惊喜。本来我是想戴着墨镜，然后借着你那个绿色衣服一上场的时候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惊喜。但是这个惊喜，我先坐一坐，我一会儿再告诉你，好吧 ？OK。哎，我先告诉你，让你心里有个有惊喜是吗？一会儿有个惊喜，必须有惊喜啊。那咱们俩先唱个歌吧，不管先唱歌来，唱首什么歌呢？你觉得？奢香夫人吧。奢香夫人啊。哎呀，唱这个可以啊，师傅，好久没唱了，这首歌。音乐声音响起来，我跟小刚来一首《奢香夫人》送给大家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重来！怎么回事啊？重来！真是，你是在干嘛呢？重来！这个，忘了开了，师傅，麦克风没开。来，重来！来，我来。拍谁？抱歉啊，家人们。落脚何时没爱对爱，为宁海青草花盛开，谁把月亮挂天上，亲着想说的话。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刘成海，为什么声音怎么变了？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
让梦卷走着尘埃，香飘在树下之外，走上美丽的天籁啊。不等三更过天晓白，麝香夫人赶月归来，踏破日光花心上，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。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何时苍天对你在呼唤？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，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怀念走在心头上，我们记忆的频道。闪亮的心跳，我寻着你的路，让风都停得住，依然清晰看得见你那坚强的脚步。如果天留得住，如果地也把你挽住，人你就在这边与时间长住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？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，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？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。你来过，年华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凋落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等会师兄，来，镜头跟着我来，站在这边不要动。师傅，你站在这边。给我一个镜头来听，来来一首听来，那个音乐听听。你听什么啊，师兄？回来了，只好带你见师傅去。师傅，师兄回来了，欢迎李少北回床上来。我回家了。怎么了啊，你这整的小刚你。